你知道我儿子在等着你，你跟他告个别吧。任静静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一听到我的名字你就会回来吗？ 这就是城里来的学生作家，我是八中的学生，来采写村史回去帮老师编教材。给。你小孩吃吧。不是小孩就不能吃糖了？不是小孩就不能吃糖了。这材料费眼睛，光线太暗可不行。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？那只钢笔漏水了。这是革命教材，一定要写好。 那就写好那棵山楂树吧，至少它结的果子是红色的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春捂秋冻。从今往后，晚上不许出去。 那我就等你到25岁。要是到了25岁也不行呢？那我就等你一辈子。男同志把头抬起来，女同志也把头抬起来。没人看见我，妈妈走了我才过来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脚烧伤了？昨天我躲在墙外看你半天呢。 穿这么好的胶鞋去劳动，你应该怎么看我呀？要是不穿的话，我也光脚跑到石灰里去采。不穿，我一定穿。这么说，核桃、冰糖、山楂果、胶鞋都是这位孙同志送的吧？我不反对自由恋爱，但是不允许静秋早恋。你要真对他好，也不会在乎这一年两年不见面吧？我能等，无论等多久。 他不是说等我一辈子吗？张口就说一辈子的人，兴许啊，只热乎一阵子。你听说我得的什么病？孙长芳说是白血病。长芳哪儿懂啊！我要真是白血病，这县医院也治不了。我请了3天假来陪你。你太幼稚了，这简直是胡闹啊！你睡吧，我就这样陪给你。 他还在等。等那棵山楂树开花的时候，我就穿上这红衣裳，跟你一块儿去。将来你会做妈妈，然后做奶奶，你会有自己亲孙的。那你呢？你会有障碍。